叫你聊天不是乱叫啦、啊。等一下你会沙哑的。好，哎、欸，喝酒喝酒好不好？好。哇哇，有漏电吗？我等一下喝酒被电死怎么办？来，几位几位几位，耶、yeah, ！欢迎各位，欢迎光临。请问先生小姐几位？我们的方位的人，你看到空地就可以坐下了。喝嘛，拜托嘛，他们有卖啊。要不然老板他们说他们生意不好，怎么很难做人呢？独立音乐已经很辛苦了，喝一下嘛。好玩吗？好啊。Yeah, 好听吗？好听。那记得要买专辑哦。好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不要两个团队，只有图腾有出专辑。如果你们喜欢马子嘎的话，用喜欢马子嘎的力量去买图腾的专辑。先买我们的，明年就买他们的。你们还有时间可以存钱，所以你们也能五月份就再买他们的，没关系，还来得及啊，来得及。你他们有开始预购了吗？啊、还没啦，还没录哦，没啦，还没录，还没录，直接讲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但没录。好，好了，可以啦，对，要特效一下了，哎、欸，我们要卖专辑了，现在是直销的时间。啊，好，我们要开始呼吁所有的歌迷一定要买图腾的专辑，这样。各位听说上个月那个中华音乐人协会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中华音乐人协会，你们不用知道他们，对，没关系，知道图腾就好了。他们有推荐图腾的专辑，这样子，放羊的孩子在。对，而且他们还有推荐专辑里面三首歌，这样，刚好都是我写的啊，他们没有。哎、欸，你要支持长发哥啦？没有，那个是交流协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喜欢着我们。哇，那证明你们还没醉了啊！好，来，要唱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《放羊的孩子》。